辞职辞啊！妈，我好心帮忙，还是我错了吗？哎，妈妈妈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我老婆错。老婆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看你妈，我好心帮她洗衣服，难道是我的错吗？老婆啊，你看你别生气了啊，要不我给点钱你，你去买点好吃的。妈妈，你别生气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这是我刚给你洗的饭钱，你快吃吧。要不你儿子再给你几百块钱，你去买一件好不好？你还是我，我就拿到五百，没事没事，没事走，我们逛街去。谢谢老婆。你平时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特别的着急啊？在饭店等菜的这段时间我最着急。那你呢？我啊，上厕所需要排队的时候我特别着急。我感觉你们两个都差不多。哪里差不多？一个等着拉，一个等着吃。一个等着拉，一个等着吃。哎呦你妈。吵架了，把他一个人放娘家了。孩子呢？孩子我也没带啊。哎，谁啊？捡破烂的。半夜三更还得捡破烂？爸，果然是捡破烂，果然是捡破烂。哎呦我的妈！儿子，你多吃一点。哇！这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妈妈，你去哄哄他，去哄哄他吧。哦，我去哄哄他。行吧，哦耶，又淘汰了哟！哦耶，又淘汰了哟！哎呦我的妈！妈，范范，我给你们买了冰淇淋，想不想吃？想。哎，想吃的话，跟你们玩个游戏，这里面啊有一个是空的，谁要是抽到空的，他就没有吃，就中奖了，敢不敢玩？好，来。好，三二一，选。嘿嘿。阿秀文，这个你吃吧。妈，不用了，你吃吧，我经常吃呢。我牙疼，受不了这个，你吃吧啊！啊，谢谢妈。妈，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做的。其实啊，这才是我给你买的礼物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 Swiss Care 钙，能把钙啊留在骨骼里。这么好东西哪买的？上手淘搜索 Swiss 大牌来了就能买到。嘿，好啊，王小贤，你给妈送礼物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我妈，我要送你个礼物。哎，媳妇，不用，妈用这个就够了，不要浪费钱了。孩子啊，一个女书八个，你比我俩还一个吗？还不赶快给咱买点买两个吃啊！好嘞。好啊，你又要离家出走是吧？好，你今天但凡敢走出这个家门，你就别回来。儿子，你喊什么你啊？妈，这女人也太难伺候了啊！让她出去安静两天也好。你胡说什么？还不赶快出去！我才不去呢，要去你去。再说了，一个女人哭哭啼啼，我看得到我都嫌烦。你去不去？到底她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啊，我是你儿子，她是你儿媳妇。儿媳妇也恨我吗？我也在恨护她。你有本事到外面去哟。再说了，一个大男人把自己老婆操苦了，是什么人呢？把苦的女人哄笑了，那他就本事，你不做什么？我去。妈，我去。王小贤啊，去把这衣服洗了。凭什么你说让我洗我就洗啊？那你说在这个家里该听谁的话？哈，家里户口本的第一页名字是我的，第二页才是你的，你说听谁的话？你真的呢？户口本就像这本书一样，第一页都是目录，第二页才是主题。听明白没有？他们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还不还钱？就不还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行，妈，你管我叫儿媳妇。上月问我借200块钱，到现在他都没还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帮你要。好，而且我别怪他啊，我们平时是不是借钱，平时免还给他啊。媳妇，妈，哎，我是顺产的吗？不是，那我是剖腹产的了。这才不管，这才不管。妈，我不是这意思啊。哎呀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那我既然是你亲生的，你能不能赞助点钱给我买辆车啊？啊，你说啊，我现在骑电动车上班很不安全，很危险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剖腹产的吗？你去找了剖腹
呀？你去找他破布呀？儿子啊，我们家灯坏了。没事，妈，你放着，我一会儿去修。尺子也坏了。没事，等我看完电影，我去修啊。妈，你看我老公多厉害，他什么都会修。嗯、哎，爸，你会修什么呀？我会修你老公。妈妈，我可得向你交代了啊！等我翻返盘旺的时候，你可一定什么都不能说，你得帮着我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一定得帮。你回来、啊，你去哪里了？哎，老婆，我就和几个朋友吃饭去了。啊！好啊，你现在去酒吧，快先去的。我没有。你是谁？你现在是？啊！我刚出去找你就出去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啊！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是妈，你今天怎么突然对你二媳妇这么凶啊？儿子，你不知道，我不凶的，儿媳妇是不会来我拖地的。我在家又没有事，能闷闷闷一点是一点吧。